金刚经哈、哦、已经寄到这边来了，所以、哦、各位可以拿、哦、那个 CD 啊，金刚经的 CD。我们这边呢也要讲啊，可是等到我们哦《道德经》讲完以后啊，也还要很长的时间呐、啊。那因为这一阵子，有北部迁徙啊，一直在这个称赞哦，在北部啊一个佛堂，皇室佛堂讲的《金刚经》啊，哦非常适合我们大家来哦修持。啊，所以或许听了以后啊，啊真的是。因为或许本身投入的时间哈、哦、有50年研究啊《金刚经》啊有50年，因为刚开始看哦那个字面的意思啊，那个时候曾经想怎么这么殊胜的经典是这个样子哦，哎那个时候开始看的时候啊，这个完全都不知道里面的含义。那一直到大概将近10年以后，哦，一看到如是我闻呐、啊，哦，那个性理心法的，我们都有拿到嘛，哈、哦。从那个时候啊，哎，才投入哈、哦，哦，那个很多的心神去研究，哦，研究啊，啊，这个《金刚经》，然后呢，从那个字面的意思，哦，一直到哦性理心法，哦，那个。我们的那个如是我闻那个性理心法，然后接着到以后哦，又接着啊这个到研究到他的哦那个修持的那个心境，心的境界，那已经呢哦就是已经是最高了哦，那个到佛的程度了哦啊，所以到那个时候啊才说哦原来是这么殊胜，那么这么殊胜的佛法。竟然就在我们哦日常啊很平常的生活之中，啊所以就哦很专注的把它哦诶阐释啊，那阐释以后诶那个时候呢在研究啊性理心法如是我闻那个时候啊诶曾经有写笔记啊，那写笔记以后那个时候并没有说要把它哦这个写成讲义出来给大家看。只是或许自己要看而已啊，可是哦写了以后啊，哎或许也没有把它保留，哎就流入哦这个到外面去了。那经过大概20几年以后啊，哎又回到或许这个身边来，那或许一看啊，哎是我的笔记耶，哎，然后很多都哦那个啊撕面都黄了。还得做好了五体啊，啊又有虫蛀啊，那个虫吃啊，把它吃了一个洞一个洞。那个时候一看啊，竟然那么早之前就有写了，哎，然后又这个重新哦，要把它呢哦这个编排啊，所以哦啊也印了、啊，可能各位有的有拿到嘛哈、哦，有没有？有的没有，有的拿到。那现在呢，或者是鼓励哈、哦。啊，我们把那个 CD 啊拿回去听，哦，已经哦寄200套到这边来了，哦，或许上次有收300套了，啊，100套直接要寄到屏东去，哦，啊这边200，所以鼓励大家拿回去听，因为各位听哦就会了解说，哦，就是或许在北部上课的情形啊，就好像在聊天，跟哦嘿闲话家常。跟各位浅浅啊这样闲话家常，可是在那一种哦闲话家常之中啊，把那个最上圣佛法哎把它讲出来哦，然后呢要怎么做哦交代得很详细啊，所以哦非常适合啊哎我们现在来哦这个研究，那我们等到呢这个道德经讲完了以后啊，我们再来讲金刚经，那个时候各位已经都有根底了，哎，都很熟悉的，哦，就容易啊听得懂，哦，啊，所以哦，这个鼓励呢，大家哈、哦、拿回去听，然后呢要看讲义啊，我们这边也有，哦，有印呐、啊，有印那个讲义，哦也，哦一面看啊一面听，哎，同时进行，啊，或许讲是说要了，哦要各位了解、啊，
那个不是哈、哦，这个我们普普通通的啦，嘿，就是很哦殊胜，把里面的哈、哦、经文啊解说得很详细，而且又很哦这个平哦很平凡、很平常、很平实、很平淡，嘿，就在我们生活之中哦去实践。哦，生活之中呢去修持，啊，到达佛的程度，所以各位听了以后，哎，一定会觉得说，因为或许哈、哦、很长的时间呐、啊、都投入在里面，没有觉得它哈、哦、很殊胜很好，哦，啊，是因为跟或许来的，哦，那个学姐一直啊，哎，跟或许讲说，我、哦、在那个王师佛堂讲的《金刚经》啊，哦，很殊胜，很好，那或许才哈、哦、拿回去听了。哦，才请他的先生把他录成哦，哎，那个 MP3， 他从 MP3 又录成 CD， 哎，然后后学拿回去听。以前呢，后学自己讲的哦，后学都不敢听了，一听了以后就起那个鸡皮疙瘩。可是哦，在听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啊，哎，竟然后学也很喜欢听。啊，我后学都觉得说。哎，啊，这跟我来讲，哎，自己讲的哈，自己觉得说，哎，好像不是我在讲的，哦，现在都是很，哦，平常话。那各位可以听到哈、哦，北部人的问问题啊，是多么踊跃啊！哎，问家吼，你听到讲，哦，我来这个问，哎，随时都发问。哎，所以哈、哦，各位就可以了解说，为什么我们这边都没有人问？哎，北部怎么哦那么多人都哈、哦、一直啊，哎，这个问题不断啊，哦，一直冒出来，哎，就可以了解说那一种哈、哦、有疑必问，哎，那一种情形，哎，就可以在哦那个录音带、那个 CD 里面呢、啊，哎，听到，哎啊，所以或者鼓励哈、哦，好、哦，各位拿回去听，哦，前面十大概到十。十六，哦，那个都很清晰呀、啊，啊，因为到十七以后，大概十七以后、哦，夏天有冷气呀、啊，啊，有冷气机的声音哦，凑热闹，哎，啊，所以就比较有那个杂音，可是听哦也是很详细呀、啊，哦，也是可以听得很详细，它、啊、里面就哦在讲那一些哦修持的过程，怎么修，怎么做，然后或者本身也试验。哦，也把那个试验的哦那个情形啊都讲给各位哦做参考，哎，那要我们要怎么做都有交代，哎，所以那样哦一听下来，对我们实际的哦那利益啊很大，真的可以哦进入啊，哎，无我无法无非法，哦，呈现啊都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很理想的，哎，所以或许就赶快哦请北部前贤哦。哎，赶快哈、哦，赶工了！哎，这个路哈、哦，三百套，总共有路五百，哦，啊，两百留在北部啊，哦，三百寄到我们南部来，哎，本来三百都要寄到这边了、啊，啊，因为那个屏东哈、哦，他们很热烈哦，哎，就把一百寄到屏东去啊，我们这边有两百，啊，不够的话哈、哦，我们在北部再杀戮再寄下来，希望各位也推广，哦，自己听啊。也推广给我们亲朋好友，哦，各位要了解他非常殊胜，哦，听不到的啦，哦，要到外面要去听了、啊，听不到的，不是臭屁哦，因为后学哦，竟然我连听哦，大概有十次了哦，哎，一次一次哦，反复听，哦，听到那个。哦，第十篇，啊，接着说哦，这很棒呢。可是里面呢、哦，或许还有批评我们南部说哦，哦，南部的人哦很单纯，可是哦很容易受人哦煽动，有没有啊？这个很诚实啦，在讲的时候都是或许心里面哈，哎，有什么就讲什么，哦，非常诚实的，他、啊、也把那个最上圣佛法，哎，就在我们哈很平常的之中，哎，生活化，哎，都整个讲出来，
哎呀、啊、我们哦可以做，哎，做到真的就是无我了，没有我，没有我相，好，也没有法相，也没有非法相，整个呈现呢、啊、都是我们佛性本体，哎，这就到哦生活之中呢，就到那个程度，哦，那就绝对哦不会说不成的啊，绝对成，哦，那个很殊胜，所以鼓励各位拿，哎，有没有想要拿？有。一定要听了哈，那个可以反复再听，反复再听，你都会听的哈，交代的很详细啊，里面的所有经文呐、啊，哦，这个十二类身，哦，然后呢那个，哦那个三护念之菩萨，三护主之菩萨，嘿，然后呢那个，哦那个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哦，然后啊讲那个，哦那个我们的哦波罗啊，哦波罗蜜。都、哦、把详细内容解说了，哎啊，我们要怎么做也都交代，哎，要怎么样到达，哎，啊，也讲到大概第五篇、哦、就讲到我们虚空是一个、哦、虚空无相，不拒绝诸相发挥，那个虚空无相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哦、没有形象，可是所有的形象都从我们佛性本体、哦、生发出来、哦生化出来，然后、哦、我们在虚空整个虚空之中啊，我们把它分成东西南北，有没有？整个虚空啊，我们把它分成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有十个名词啊。它本来是一个虚空，什么都没有的，可是我们分成哦十个以后啊，我们就非常固定化哦，把它呢固定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然后就有过去、现在、未来，哦啊，三世跟哦这个十方相交叉，哎，就这样啊，我们都固定了。然后里面啊，哦这个空，哦空里面，我们又有很多的哈、哦，所有万象，哦，然后呢呈现，然后万象只要有一个相，我们就有一个名称，啊名称我们都把它固定化，有没有？哎啊、所以、哦、我们研究那个、啊、是从源头知道，源头是一个空，什么都没有的，然后我们呈现了有了以后，我们非常固执执着啊。那我们研究到源头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固执就会消失了，都会过去了。各位浅显固不固执？承不承认自己固执？可是哦，固执也有好处啊，不是择善固执嘛？哦，我们选择那个善啊，哎，固执一定要行善，不能哦为非作歹，那个是好啊、哦，固执不是坏的。哎，啊，我们固执说我一定要修道，我一定要修成佛，这样固执也很好啊，好不好？好。哎，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可以善用的哦，善用我们的固执，可是一定哦要能够通达。跟真理、哦、相通达、哦、固执没关系，要跟真理、啊、相通达，这样才可以、啊、所以、哦、在、哦、那个里面、啊、都把所有的一些、啊哦、像那个如来灭后后五百岁、啊、也详细交代、哦、因为后学都有经过那个考据、啊哦、为了那个后五百岁、啊、去找好多的经典、哦、从那个大藏经里面、啊、找到一部叫做《大集经》，大圣大集经啊，里面到五十哦几段以后啊，他有讲，释迦牟尼佛有讲，说哦那个如来灭后的后五百岁啊，就是有五个五百岁，哎，这个都是经过哦哎那个考据以后讲出来，不是哦凭空杜撰的，哎，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尤其我们老前人一直说哦，讲出来一定要有根据呀、啊，不能自己哦，哎想什么哦啊就讲什么，不可以那样，一定讲出来要有根据，哦，那或者又是讲哦那个经典里面的东西，更是需要去考证，哦，连咒语里面呢、啊、哈、哦、有少一个字的都一直找，怎么会这个地方少一个字？是印的时候漏掉的吗？还是哦，它本来就是少一个字？哦，连那个都一直考证，到后来是原来本来就少一个字。
少一个字才正确啊，哎，我们把它加上去那就错了。哦，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哦，很哦，这个专注的投入哦，啊，能够呢全部了解哦，了解以后再把它传播，让呢哦大家也能够知道哦，也接收。他说也好，或者说鼓励哈，哎，我们呢拿回去听，哦，非常哦，对我们有帮助了。因为或者怕各位拿回去听以后，哦，那叫欠。所以上圣佛法啊，那安内吼，那叫欠安内吼，哎，怕他哦，这个很殊胜的东西啊，我们把它轻视了，看轻了，哎，啊，看轻了吼，不重视啊，我们就不会去做，啊，不做吼就没有功效。那我们吼，哎，重视它了，去做了，然后整个功效都呈现，哎，我们就可以哦，进入啊真理的领域啊，那个已经进入了。哦，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凡人最大的毛病啊，就是执着有一个我啦。这个我哦，引起很多的烦恼。哦，我们造了很多的业，都是这个我引起的。啊，那在哦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哦那个啊示现里面啊，第一分里面啊，他就把这个我相哦，哎很哦透彻的已经把它呢拼除了，而且是很自然而然。拼持得很自然，哦，不会呢勉强造作。那我们一般呢，哦，要呢拼持我相，哎，都哦不容易啊。最主要是我们对哈，哦，我们自己身体的我啊，没有透彻认识，哦，我们不知道说身体的我啊是假的，哦，是天地的物质啊，水火风土，哦，这个四大呢，哦，借我用的。我还要还给天地啊，哦，所以我们百年后啊，我们还给天地了，我在哪里啊？各位先生，我们身体还给天地的，我在哪里？也还给天地的吗？哦，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啊，没有哦，没有哦，还给天地，它是永远长存都在的，哦，不会变化的。可是我们不研究的话，不知道啊，哦，不知道我们佛性这么殊胜啊，哦，啊，又这么的广泛，哦，充塞整个宇宙虚空，空间呢都是佛性，哦，真空妙有，哦，有没有形象？哎，这么殊胜的东西哦，我们都不认识，不追求，然后所追求的、所重视的哦，哎，就是身体跟财产，哦，我们都哦很努力啊，哦，赚钱。哎，我们一直累积啊，各位前辈，我们累积了很多财产，一口气不来啊，带得走吗？带不走，带不走的哦。所以我们在凡尘哦，哎，够吃够用哦，日用不缺哦就可以了哦，不用呢再一直啊去累积财产。尤其现在你看社会哈，哦，这么混乱，留了很多财产给祖孙啊，好不好？绝对不好啦，哦，伊安尼拢袂晓要拍拼，哦，那个整个人生啊，哎，都毁掉了，哦，为了争财产还打官司，哎，那个是哦，真的哦，杂交也不好，哦，没有孝顺，所以我们就不用哦，哎，去累积财产哦，留给祖孙，哎，我们要留德啊，哦，给祖孙，你看空老夫子哦。到现在七十几代的祖孙哦，都受人尊敬了。他没有留财产哦给祖孙呐，也是一样很贫穷。哦，空老夫子也是很贫穷。哦，没有钱财留给后代。可是你看现在后代都受到人家尊敬，那么久了哦，哦2560年，空老夫子啊，哦到现在啊已经有2560年。哦啊，我们都还很尊敬他的哈，哦，后代祖孙，为什么？因为德，哦，他的德啊，足以感化了。那所以我们在凡尘啊，就是自己本身要进入哦，我们内德啊要充足，人格健全，哦，这个呢顶天立地哦，跟天呢哦为三才之一，天地人啊，哎，我们跟天地齐肩。
所以我们要自己呀、啊，哦，这个四起脊梁，做一个中流砥柱，哦，这个很重要的。自己哈、哦、已经呢建立了，本身就是佛，我们本来就是佛，要当下承担。嘿，我们都缺少啊，嘿，都以为说哦，佛是坐在供桌上的，然后我们是众生，哦，高推呢圣境，自居啊卑屈。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有时候某一些观念、某一些行为啊，哎，我们就没有哦担当，哦不担当的话呢，哎，我们就会有依赖，然后依赖呢，哦，我们就啊，哎，不挺立了，哦，没有办法，哎，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所以这个很重要了，哦，我们自己啊从心里面建立，哦，建立啊自己本身呢，就是佛。佛呢在自己本身，身外呢没有佛了，身外求佛都不求不到的。那我们看到很多仙佛已经都修正了，是给我们哦，哎，做榜样，哦，给我们引导哦，指导这样子，哎，所以了解说佛就在我们身上，哦，要从自己本身呢，哦，去追求，都一定可以到达的，有没有信心啊？有，哎。我们这边程度很好，听了个一年哦，就已经都进入状况了，对不对？哇，才讲过要担当，啊，是有点担不起来。哦，所以我们要哦，要了解到这个要从内心里面建立，哦，内心里面的自己呀、啊，哦，内心深处，哦，确实啊。哎，知道哦，佛性的存在，只要相信佛性存在，切实的力道就有了，力道就有发挥出来啊！哎，我们在凡尘哦应对啊，哦凡尘的万事万物啊，哎就会得心应手，因为都是从佛性本体啊哦发挥出来啊，所以哦没有那个哦难，没有困难的事了、啊、哦，只要你发挥佛性出来应对、啊、都是容易、所以事来则应，然后事去、啊、则静、哦、我们就生活在这一种很理想的、哦、那个真理世界之中，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就一直鼓励说、哦、我们一定要研究、哦、那个呢、哦、低分、啊、都没有讲话、哦、非常的、那个简单，简单里面呢，哦，就有最高深的佛理，哦，佛的道理啊，都在里面。他告诉我们，哦，成佛了，哦，他那个佛的，哦，那一种相，他都拼除不要，都去掉。所以佛不住在佛的相里面，佛已经没有我相了，我相没有了。哦，然后呢，1250个人坐着要听，哦，佛讲。讲经说话，那佛一句话也没说，哦，这个着衣持钵啊，入社大位，哦，入社会大乘起时，那个没有法相，没有我，没有法，哦，然后呢，要所有弟子啊努力的修道，哦，那个呢，哦，这个吃饱饭以后啊，呼坐而坐，哎，要努力修道，离开辉华。非法就是没有法了，就是、哦、消极的人生，那个叫非法。他已经呢拼除了、哦、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这样叫做一空到底了。整个呈现、啊、就是我们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啊、佛把那个整个佛性本体、啊、呈现给我们看，就是这样、哦、从31岁、啊、正道一直呢到达、哦讲金刚经呢已经68岁了、哦、有30几年的时间了、啊、每天都这样示现，他、啊、弟子们都没有、哦、那么高的程度、啊、看出窍妙、哦、就、哦、那个悉菩提啊，悉菩提解释空的道理啊、哦、他最会的、哦、他呢看出来说哇，原来佛就是在传、哦、最上圣佛法，所以才赶快迫不及待的来请问，说我观察的对不对？哦，然后佛给他应可说正确。哦，你善气呀、啊，如来本心，
如来本来就是要把这个上圣佛法传出来，可是哦传不出来，哦，因为只要一开口讲话，哦，那个整个破坏佛法都没了，最上圣佛法消失了，哦，假如说弟子们，我教你们修道，你们怎么都不努力修？我教你们修道，我相出来了。教你们修道，法相出来了，你们都没有很努力修持啊，非法相出来了，破不破坏？哎，他要一直表现给大家看，已经确实在生活之中没有我，没有法，没有非法，这样一直一直啊，从31岁到80岁都这样示现啊，示现是我们讲的啦。哦，那个佛本身啊没有，哦，它是呢很自然流露，从性分自然流露出来，哦，那个很自然的啊，我们要修到那个状态，哎，都很自然的，已经没有我相，没有法相，没有非法相，所有整天的生活，哎，整个呈现都是佛性的，没有三心，也没有四相，哦，都不被呢，哦，那个三世啊摄受，所以不用六道轮回。都已经在那个真理的领域啊，理不理想？很理想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可以借着这个金刚经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真的进入真理世界，在真理领域啊，讨生活，过得很如意啊，心境啊那个提升啊，很高了，这样了解吗？本来是要等到我们道德经讲完再来讲金刚经，那因为听到这样子那个内容，或者说这个不当淡，时间不等人，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是七淡八淡这个中间不知道怎么变化，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及时啊，即使我们马上能够听到，马上能够去做，马上能够修持，这个最殊胜的最好的，所以我们就先把那个金刚经记下来给大家呢，这个做个参考，对我们一定会帮助很大。有没有一点了解啊？有因为或许因为这个浸润在里面的时间太久太长，没有感觉说它很好很殊胜啊。他是跟霍学来那个学姐，他一直在跟霍学提醒说王师佛堂的金刚经讲得很适合大家修。我说是吗？他说是啊。才要请那个学姐的先生把他从他用录音笔录的转成MP3， 然后呢从 MP3 又转成 CD， 这样所以我们拿到了是 CD。 那 MP3 因为到昨天为止可以做第三片那一片都50几段或者那个听那个MP3 的时候要心念一指功，因为听了以后这段听过了，过一段，这段又听过了，过一段，这样一直按，算一算大概55段，那个 MP3 啊，所以就没有带 MP3 下来，只有记 CD 下来。往后要的话可以像学姐一样，一片大概要16片的 CD 啊，一片 MP3 啊，要16片的 CD， 所以三片就将近各位姐姐将近几片，快50片了，对，所以很多了。不过我们这边适合CD 听，或许也感觉说 CD 比较对我们，因为一片一个小时嘛，那我们大概那个脑袋瓜能够接受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啦，啊，佫较长吼，都疲劳啊，迄个讲吼都接受袂入来啊，对不？所以一个小时是最恰好，即嘛吼听过，若无真实，佫听，这样是很方便啦，
这个哈、哦，所以把那个 CD， 尤其我们现在车上哦，一般的哈、哦、音响都是 CD 的，那个最新型的车哈、哦、才有 MP3， 不然都是 CD。啊 ，CD 的话，我们开车有时候都会遇到红灯，会有塞车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听，哦，啊，听得很熟悉啊，我们做起来就很容易、啊。那我们呢，这个回到呢这个哈、哦《道德经》啊，我们讲到哈、哦，啊，上个礼拜呢讲到这个第十哦第十章，对不对？对，那我们这个礼拜呢，这个讲哦，虚中章，哦，第十一呀、啊。因为老子的哈、哦、那个观念啊，他非常的哦超然，很超过凡俗啊。那所以哦，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啊，就是要从哦，那个原始状态，哦，就是老子所阐释的哦，那个原始状态啊，哦，去了解。那所以这个虚中呢，哦。我们要了解哈、哦，虚啊就是空虚，哦，空虚呀、啊，啊中呢是天下的大本，啊空虚哈、哦，不是说哦我们凡尘看到的哈、哦，那个很无聊的空虚啊，我们一般哦看文字啊，有时候都会联想，哦啊这个没事做了在家里呀、啊，哦，很无聊，那个哈、哦、会讲空虚。可是哦，在经典里面的空虚啊，哦，它的含义啊，哦，是很深的，哦，所以孔老夫子哦也讲说哦，虚呀、啊，为道即虚，就是我们那个道哦，那个本体呀、啊，那个道哦，它集合了所有的虚呀、啊，哦，集合在道里面，哦，为道啊即虚，哎呀、啊，所以哦，我们哦看这个虚中章啊。就是先要了解说、哦、老子是在讲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哦、那个真心佛性本体的状态，就是虚中、哦、虚中章，那我们能够、哦、心地空虚、啊、我们就可以容纳万物，那我们现在、哦、各位先生，我们的心、啊、这个够不够大的容量、啊、来容纳万物万事，有没有感觉说我们生活之中、哦、一点点的、哦、那个小事啊，我们都会计较，会不会？不会哦。哦，我们自己心里面知道了、哦、我们处理事情的时候啊，会不会跟人家计较、哦、我们自己知道，嘿啊，所以、哦、这个我们了解说，假如有人、哦、用那个那个哈、哦、不屑一顾的眼光来看我们，我们什么反应？会不舒服了、啊、哈、哦，所以哈、哦，我们就是了解到哈、哦，我们那个是很直接啊，哦、那个六根哈、哦、对的外境、啊，很直接的反射哈、哦、到我们情绪的、啊。那或许讲说哈、哦，我们修道人啊，就是不能落入情绪。一落入情绪哦，我们不讲理呀、啊。各位有没有想想看，我们落入情绪啊，讲不讲理？不讲理。那已经讲不通了啦，对不对？那个理跟他讲已经讲不通了，他都在发泄他的情绪呀、啊，啊，所以我们哦，啊，最重要的、啊、在生活之中哦，就是要去哦，先去了解自己呀、啊，为什么会发情绪出来。一定是、哦、不如意的境，不如意的事被我们碰到了，我们情绪就会来、哦、就会很不高兴，那我们要了解到、哦、这一些、啊哦、不如意的境，不如意的事、哦、我们不如意的一些想法，这个都是、哦、负面的、啊、都是、哦、变化无常的，都是因缘际会的、哦啊、所以不要在意凡尘呢、哦？我们在凡尘的时间啊、哦，这个身体让我们借我们用啊，在凡尘的时间都很短暂，非常短暂啊。我们不要把这个很短暂的时间啊，用在这一些哦无谓的事情上面，这个都是无所谓的啦，哦，不要管它就好了。
哦，不要管它的话，我们那个度量哎，自然就会哦，哎扩大，就是能够的哦，这个容度大能容哦，所以我们现在哈、哦，这个老祖师啊，显现给我们看，就是要像老祖师这样啊，度大能容，就可以了却人间多少事啊，对不对？啊，我们都是给他等教啊多的，有没有啊？哎，可能都不承认啦，不过无遐细啦，哎，一定比这较大，哦，比遐给他等教啊多较大，哎，可是有时候哦，我们呢、啊、这个哦扪心自问，哎，有时候真的是哦心胸狭隘，哦不宽广，人家一句话呢，哦我们气得不得了，会不会？这个叫很诚实的，会。这个人之常情啊，哦，都是这样啊，啊，无得无心经那个，哦，所以有时候啦，哦，我们就是要能够分辨，哦，有一些呢，哦，不关紧要的，哦，不要放在心上；那有一些呢，哦，我们要注重的，哦，就是有关理呀、啊，哎，跟我们的。哦，那个德性有关系的，一定是要注重。哦，那有一些凡尘事啊，那些琐琐碎碎的哈、哦，哎，就不要去在意，哎，过了就好。哎，我们呢，培养啊，能够哈、哦、容纳的心。哦，所以啊，心地空虚啊，就可以容纳天地万物。啊，天地万物都容纳了，万事啊没有形象，更容易容哦，能够容纳下来。可是哈、哦。啊，或许发现说我们容纳事情呢，很不容易、啊。哦，那个事情一来了以后啊，哎，我们说整个哈、哦、能够容纳得下来，真的很不容易。哦，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或许就会鼓励说哈、哦，我们在凡尘的遭遇啊，哦，不管是合理不合理啊，我们都欢喜心感念受，这个很重要啦。所以我们看哈、哦，有一些人啊。哦、他遇到那一些不合理的、哦、那些事情、啊、去应对的时候、啊、他很不甘愿、啊、很不甘愿的时候事情也要去处理、啊、那个处理就变成多余的了，因为你心里面不甘愿、哦、那个事情处理完了以后、啊、那一种、哦、业障业债还在，不甘愿了，没有了掉了，没有了、啊、所以、哦、他还在，那我们一段时间以后，哎，他换一个形式啊，哎，又让我们碰到不合理的哦那个遭遇又来了，要不要处理啊？要，哎，还是要处理啊？啊，甘不甘愿？还是不甘愿？啊，所以会有第三次、第四次，没完没了。他的一生哦，就在这一种现象之下过了，值不值得？哎，就不值得了啊！所以我们哦，要了解到哦，讲那个达摩祖师的哈、哦，那个恶路四行里面，不是有一个抱怨行吗？有没有？就是人家不合理对待我，就是我前生以前我也不合理对待人，现在是回过来反报了，报到自己身上来，不然不会哈、哦。这个无风不起浪啊，不会说无缘无故的哈、哦，让你去碰那一些不合理的事。那我们以这一种心啊，啊还就是要还。以前我不合理待人，现在人不合理待我，那我就还，哦，就心甘情愿，欢喜心甘愿受。我们一旦起了欢喜心甘愿受，整个我们的遭遇啊就改变。为什么？了掉业障，欢喜心甘愿受，那个业障已经了掉了，那这一个事情、哦、到此就结束了。以后啊，那个 业障的障主啊，他不会再找你的，已经了啊，拢了，拢结哦，拢结果啊，啊，所以哦，他走他的阳光大道，我们过我们独木桥，都是哦，大家呢自由自在的，理不理想啊？哎，很理想啊，就料啊，料都无欠啊，啊无欠，伊要过来讨都无迄个理由啊，
他就不会再来讨了、哦、所以我们应对的时候啊，在凡尘就是要、哦、用这一种方式，欢喜心但念受，会不会啊？容不容易做？不容易。开拢都爱个，个吞落安尼对无？哦，对呀、啊，就是要这个样子啦。他一定要想说，哦，既然是我碰到，不是别人碰到，那一定呢，我有眼因，很眼的因呐、啊。对别人不合理，所以他现在呢，哦，回过来，哦，这个呢，果报回来。啊、这样的话、哦、我们就心里比较舒坦，对不对、啊、心里舒坦的好，欢喜心甘愿受、啊、受了以后、就轻了、一次处理，两次处理，所有业障、啊、都这样处理没了，没有业障了、整天的生活都很快乐，都很如意的。那个、不合理的、不会一直来，除非我们真的是尽量太多，那个因啊，重的因太多了吼，才会一直来呈现啊。啊，呈现一样，我们只要欢喜心、甘愿受，一个一个都了掉了。哦，所有一些啊业障都了掉了，业障了掉以后，我们就能够清净啊。清净了以后，我们就容易啊回到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回来。哦，很理想的。所以在凡尘的应对就是要这样。哦。所以那个虚，空虚，就是我们心地呀、啊，非常的、能够呢、到达那个、虚空空虚的状态、心地一虚空了以后、我们所有万物万事、啊、都能够容纳，都没有、容纳不下的了、全部都能够容纳、我们老子是现给我们看的、那个形象、就达到了、度大能容，然后再一个满腔欢喜，不是欢喜心甘愿受吗？有没有？满腔欢喜啊，笑开天下古今愁，所有的愁啊，都用笑把它笑开了、我们能够回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是最殊胜的了，没有超过这个，那我们都已经得到了啊、那还有什么放不下的？所以要放下，万年放下，有没有做啊？要做，我要每天做哦，做万年放下。我们越放下了以后啊，我们的心啊越清净哦，心一清净、啊，容易回到不生不灭哦，那个很光明的佛性本体回来哦。一回到佛性本体回来，我们在真理世界之中呢生活，那真理世界之中生活过得就非常如意了。非常的舒坦，那个常乐我净、啊、都呈现很好的、所以这个虚中章，这样了解虚中了吗？了解、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虚中、所以呢、我们讲那个、孔老夫子的、那个耳根圆通、各位 有听过孔老夫子耳根圆通吗？没有啊，有啦，我们这边有讲过啊，那个漏一字啊，有没有？漏一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啊，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胡，去也者啊，虚而待物者也，为道即虚，虚则心哉。这个呢，就是孔老夫子的、那个耳根圆通、各位都没有印象吗？有印象，对呀、啊，有讲过了哈、啊，是讲你看我们的容量、就这样了，不是在讲孔老夫子的，是在讲那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个、就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有讲过呢孔老夫子的耳根圆通，也有讲过呢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可是他们的角度不同、
哦，讲出来的角度啊不一样，哎，那我们把那个哦，因为以前讲的时候啊没有详细啦，因为重点不在哦那个孔老夫子的耳根连通，所以没有很详细的把它解说。那我们呢就是了解说哦那个来源，那个耳根连通哦，孔老夫子耳根连通的来源，哎，就是颜回啊，哦有一天啊去向孔老夫子辞行。那孔老夫子问他说：“啊，你要去倒？”哎，他说：“到魏国去。”孔老夫子问他说：“啊，你要去魏国创啥？”伊讲吼，迄、那个魏国的国君呐、啊，吼、哦，就是啊啊年纪啊很轻，吼、哦、啊很这个壮，哎啊这个行事啊哦专断，就是吼、哦、独断独裁，吼、哦、啊他呢？哦，这个又哦喜欢呐、啊，哦用人民呐、啊、去战争，啊，所以百姓哦死的啊已经啊那满山满谷了，啊，他呢这个颜回想哦，哎去劝那一个哦魏国的国王国君哦，能够哦这个照顾他的百姓，哎那个颜回哦哎就是这样子，那孔老夫子说啊，不你是要去赴死哦。他说：“哦，那个魏国的国君呐、啊，哦，这个啊，骄那个骄气呀、啊，哎，这个充满于内啊，显现于外，哦，那个形啊，哦，不容易听人的那个谏劝，你要去给他劝哦，伊不容易听，啊，你给他劝哦，等到伊会把你杀害，哦，啊，你就去死在哦魏军的那个哦面前。”啊、所以、哦、孔老夫子、哦、就、哦、讲很多的那个、哦、不能实际的去影响到魏国的国王。那这个颜回就一直说啊，我伫个孔老夫子家听到遮济遮道理、哦、我倒来遐改实行啊。孔老夫子说吼、哦，这个过往的圣人啊，他都先把自己的道、啊、修成的，修成了以后啊，哦、再来。这个好、哦、引进啊，哎，这个所有众生，啊，你现在哦都还没有修到纯一的程度啊，啊，你哪有功夫通啊去劝别人啊？哎，所以就跟他讲，哦，啊，孔老夫子也说哦，你既然那么想去的话，你把你心中的把握、啊、讲出来，我听听看，哦，就是哎，他有什么、哦、好的方法？结果他的方法哦。哎，都没有办法去感动哦，那个魏国的那个国君呐、啊。哎，颜回说啊，安尼我无法度啊，无请吼、哦。哎，孔老夫子，你教我教，教看有什么良方。哦，孔老夫子说斋，持斋啦吼、哦，五欲肉，你持斋，我跟你讲，讲迄个好的方法。颜回讲吼，啊，弟子家贫呐、啊，已经吼、哦。几个月吼，拢无啉酒吼，啊，拢无去食到遐吼荤的吼臭的物件啦。啊，你是不是吼已经痴呆啊？哈、哦，我们看到颜回这样说，真的是心里面都很痛。几个月哦，都没有吃到好东西了。哎，孔老夫子说，这个是祭祀之灾，你的祭拜是你用的啦。灰心灾，不是心灾啦。那颜回说：“敢问心灾，什么叫做心灾？哦，那也拢无，哦，唔捌听过，哦，啊，所以孔老夫子才讲，漏一次啊，就是心智专一，然后、哦、无听之于耳，不要用耳朵听了、啊，我们要用心，哦，耳听之于心，然后呢，无听之于心呐、啊，而听之于气。”这个气哦，孔老夫子的气啊，因为古时候的文字很少，所以这个气哦，不是我们呼吸之气，而是我们的心灵活动到达很哦纯一的，啊很精哦很精湛的哦那一种境地啊，叫做气。哎啊，所以哦，他叫他哦，无听之以心呐、啊，而听之以气。他说听哦，止于耳。你听，干那听的，甲耳啊，他心哦，止于腑啦，腑合啊，
哦，一粒钉啊钉啊头，下骹吼，搁一粒虎，对虎的虎啊，一粒虎，讲心止于虎啦，就是你的心哦，复合现象尔啦，有啥物现象，你心才会知啊，吼、哦，然后气也者啊，吼、哦，迄、那个气，就是咱心灵活动，吼、哦，迄、那个气呀、啊，吼、哦。气也则虚而待物则也，虚空虚，它能够容纳所有万物万事，虚而待物啊，为道啊，即虚。这个道啊，把那个哈、哦、集合所有的虚啊，把它集在一起，为道即虚，虚则心哉。这个虚啊，就是心哉。这样各位会持哉的不会啊？哇！这个真的是最高品质的hey, 所以、哦、我们就是要、哦、这个了解到、哦、我们那个斋、啊 hey, 那个孔老夫子的斋、哦、你看已经、哦、到达这个心都不能心里面、啊、不能有物心里面不能有事这样会不会做啊很不容易哦，哎，我们心里面都会有东西，不可以；心里面呢都会有事情，不可以。哦，所以我们没有持斋呀、啊，哥也没有持斋呀、啊。哇，一个讲不出来啊！有嘞，明明我都已经立清口完了，那也无。哦，可是这个哈、哦、层次啊又不同，它又高一层的。哦，这个心斋啊，它又高一层。就是心里面呐、啊，哦，为道即虚，哦，虚则哦能够呢容物，容纳万物万事，可是心里面哈、哦，它都不能，你自己不能有哦有物，不能自己有事，这样才叫做心哉、啊。然后颜回哈、哦，哎，这个哦一段时间呢，就跟孔老夫子讲，说我还没有做心哉的时候啊。我都吼、哦、觉得有一个我啊，颜回存在了。而我开始做的时候啊，哎，已经吼、哦、都不觉得，我都忘了吼、哦、颜回是谁啊？哎，谁是颜回？已经都没有颜回了，哦，都把这个自己啊全部都忘掉了。那请问这样是不是心哉啊？孔老夫子说：“尽”两个字啊。就是说对你这样做对已经、哦、没有我了会不会做啊、哦、哇又是静悄悄不容易、哦、hey, 所以我们 要学着做了在日常生活之中、哦、我们的心里面、啊、不要让它有东西心里面不要让它有事情、哦啊、这样呢我们的心、啊哎，就已经空虚了，啊，空虚呢就能够容纳哦万事万物，全部呢都能够容纳，所以我们的心地啊，哎，光明。那我们哈、哦、平常啊，在生活之中都会有哦东西在心上，都会有事情啊搁着，啊这样的话呢，不空虚啊，不空虚不光明。不光明哦，就障碍不流通，哦啊，所以我们道呢就是要流通，一不一样？哎，所以我们那个哦，那个祭祀之灾啊，那个祭拜天地啊，哦，祭拜祖先那个啊，那个祭祀之灾啊，我们倒是做得很好了，可是心哉都没有做，哦，他会不会做啊？哇，这有够！软弱的力道，不够磨烂的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哦，就是在生活之中，把哦那个心里面的哦东西，心里面的事情啊，拼出，拢甲光光出来，啊心哦何以啊哦，故也拢哦空虚，哦故也拢安尼真光明，这样会不会啊？哦啊，所以记得哦，这个真的是哦，在生活之中呢，哦点点滴滴呀、啊，哦要做，哎能够呢把哦东西呀、啊、拼出，
心里面哦，哎，没有东西了，心里面没有事情了，心里面的空虚能够发出它本来的光明。哎，所以哦，我们那个哦，那个清净啊，清净经啊，哦，也是一样老祖讲的，清哦，哎，就是一尘不染，净哦，就是一念不生呐、啊。啊，一尘不染，一念不生哦，我们心地啊，空虚光明。这样会不会啊？哦，所以就是要做，哎，那个哦，那个大学里面啊，不是有那个八条目吗？最后一个是什么？格物。最后一个啊，格物。格物啊，会不会？格除啊，物欲，会不会？哎，就是把那个哈、哦、所有的物欲啊隔除，也就是哈、哦、心里面呢、啊、没有东西，心里面没有事情，这个叫做隔物了。然后、哦、物隔了以后，哦，心都没有东西，没有事情了，物隔以后，知至，知道哈、哦、就已经到达了。哦，我们那个知道啊，那个就是正知正见。那个正知正见已经哈、哦，哎，我们到达了，要在呢格物以后，格物以后呢，那个知正知正见才会呈现。那正知正哈、哦、那个正见呐、啊，已经呈现的时候，物格哈、哦、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成，我们的意呀、啊、很成，跟天地一样哦。这个成成能够呢久，成才能够持久。哦，意诚啊，心就正啊，心正啊，身就修，身修啊，家就齐，家齐啊，国就治，国治啊，天下太平。不是大八条目吗？是不是这样？哎，所以哦，那个圣人哦，教导我们呢，哎，就是要从最哦，我们呢最微细的地方哦，把心里面的物。心里面的事隔除，隔除以后啊，心空虚哦，心一空虚以后啊，所有物欲啊都没有哦，光明的心啊呈现啊，所以光明的心一呈现啊，我们那个知啊，知道，知道就已经哦到来了啊，这个知道哦，不是我们凡尘那个变化的，而是啊哦那个我们佛性之中的哦那个正知正见。佛知佛见，哎啊，所以哦，哎，物格而后知至，哦，那个知啊到达，知至而后意成，我们的意呀、啊，哎，就很成，然后意成心正，心正啊，身修，身修以后啊，家齐，哦，整个家人啊，看你这个样子，跟你这样做，家就齐，然后家齐呀、啊，国就治，国治呢，哎，就天下太平。各位不是都有念过吗？哎，我还没有念呢。所以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哦，那个圣人所教导我们的，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在我们生活之中，看我们愿不愿意啊，自己进入。哦，我们愿意自己进入的话，我们就哦，在日常之中把它实现。哦，这个心啊，我们自己管制啊，可以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的心吗？哇，一个点点，能够呢，这个管制自己的心哈、哦，哎，我们就是要哎跟心哦，哎这个和平相处哦，心里面有东西的，心里面有事情的，该参详了哦，功力卖一多。哦，卖低价代志，啊，卖低价吼物件，哎，拢甲赶赶出去，吼、哦，好心诶，吼、哦，会当安尼吼，真吼、哦、公平，真康熙，吼、哦，拢无半项，安尼吼，因为拢无半项，才会当容纳吼、哦、所有万物啦。啊，咱若有物件吼，迄都无法度去容纳，哎，所以我们讲西中章吼、哦，就是要甲咱内底吼迄。哦，诶，执着啊，诶，咱有物件、有代志，即全部呢，怎么啦？哦，这个拼凑。
啊，拼除以后啊，哎，真的是息中了。那息中以后啊，哎，我们就可以哈、哦、应对凡尘的万事万物。哦，那应对凡尘万事万物，没有喜欢讨厌，我们不会造业、啊。哦，因为没有取舍，我们有喜欢讨厌的，才有取舍。有取舍了以后啊，哎，我们业因就已经造下来了。哎，所以哦，这个息中章呢，哎，就要我们哈、哦拼除啊，我们心里面的东西，心里面的事情，还你听有清楚无？会向做啊未？哦，就是要做了，这个真的是要做哦。我们时时刻刻哈、哦、去做的话，哎，这个心哦，哎，会时时刻刻啊都很高兴，哦，那个欢喜充满。哦，因为啊，心清净，哦，容易回到呢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我们呢看这个哈、哦、底下的哦经文，三十辐啊拱一股，哦，那个三十辐就是那个辐条，哦，嘿，车的哈、哦，嘿车链啊，啊有一条一条哈、哦，有没有？有一条一条哈、哦，为迄、那个嘿中吼、哦、啊出来到外口，有无？哦，外靠迄个外牵，迄一条一条迄吼，哦，迄、哦那个三十辐啊，啊，辐吼、哦，就是迄个中迄、那个车身嘛，哦，伊拢吼迄个辐拢嘛去甲迄个辐吼、哦，来甲撑落迄个空的内底，嘿，伊这个讲吼、哦，就是讲，吼、哦，迄、那个车的做法，要做一个车的方法，吼、哦，迄车链啊吼、哦，一定爱有迄、那个吼辐条甲支撑啊。哦，伊只外靠这个链哦，而且会吊，啊会吊嘞吼，咱咧行中间哦，才会走啊，知道了吗？哎，因为没有念书哦，袂用形容安那，他就知道他在讲那个车哦，那个车的故障构造哦，他怎么样呢？啊，这个做成一部车哦，当其无啊有机之用，就是哦，一只车走起来啊。做起来吼，啊，咱伫咧用吼，拢咧用迄个车的空空的所在啊。哦，各位真诶，咱即马那阵吼，迄个车吼，哦，外口咧走的车拢直接看到对无？假使我伊内底那无迄个空间，伊无迄个空空的所在，迄只车有路用无？啊，就是有迄个空空的所在，咱才坐入去对无？咱坐入去拢坐入去迄空空的所在，对无？嘿，啊，这就是咧讲迄啦，讲迄个当其无啊，迄、那个空空的所在就是无啦。吼、哦，啊，迄、那个有机之用你做出来，吼、哦，迄、那个车要好走啊。啊，那无迄个空空的所在，车会走，啊，袂当坐人就无效。这样知道意思吗？吼、哦，所以我们了解说，吼、哦，这个三十五拱一股啊，咧讲迄个车的构造。吼、哦，然后当其无啊，有机之用，就是咧讲我们应用啦。哦，应用的都是迄个空空的所在，空空的所在吼，咱伫咧应用，啊，都爱有迄个车，诶，迄个外卡，吼、哦，啊，才会走，吼、哦，啊，所以，吼、哦，两行呢，有跟无啊，要合在一起。那么接着底下呢，吼、哦，言子啊，以为气呀、啊，吼、哦，当其无啊，有气之用。这个言子吼、哦，就是咱伫咧做这款。哦，这肥啊的物件的原料啦，迄土啦，哦，岩石啊，就是土。啊，土吼、哦，各位捌看吼、哦，迄、那个瓷器安那做出来无？伊拢用土，迄土较黏，吼、哦、啊，即嘛黏了以后吼、哦，就一个形一个形，啊，连烧甲摕入去烧，对不？啊，烧就变安尼对不？对不对？哎，有看过那个制造的过程吗？哎，我们南部或许不知道，北部哦，莺歌啊，伊专门伫咧烧这火呀，啊烧这火呀吼，就是咧伊咧烧吼，咱会当去呀吼，我来当去学，啊伊吼摕迄个土，和咱吼去捏，看你捏什么形，吼、哦，迄就是岩石啊，迄、那个土就是岩石，然后以为器，即马甲做吼、哦、器具啊，甲做起来，啊摕你烧出来吼，啊就变安尼，啊即马吼当其无啊。咱即马用这个器具吼，一定伊得爱内底啊有空间，对不？这个里面的空间呐、啊，就是无啦，没有，吼、哦。当其无啊，有气之用，
咱现在用这个器具哦，都在用这个里面的空间，对不对？对。他如果做好白白，啊，这有效吗？无效，袂得物件吼。吓，所以吼，咱咧用拢用来得迄个空间，吼，所以当起有啊。你咧用迄个无的所在啦，用迄个空无的所在，吼，所以这物件吼做出来，吼，一定拢有迄个空间，吼，啊，咱才有用。那么第三，吼，第三句啊，凿户有以为室啊，当起有有室之用。凿户有就是讲吼，迄户啊。迄大门诶，迄个门吼一片诶，叫做户啦；啊，那两片诶，叫做门啦。所以我们中国文字哦，很有意思啊。咱即马厝诶啊，大部分拢一片啊，两片，嘿，拢一片吼，一片叫做户啦。户口诶户户吼，然后迄门吼都是两片，古代门啊，嘿，拢两片，啊，搁一个窗门窗，有无？嘿，啊，迄吼两片叫做门啦，哎，啊，一片叫做户，门户，吼、哦、户，嘿，啊，所以吼、哦，凿户有，有就是窗啊门啦，哦，咱做门啊，做窗啊门，哦，就是要起这个厝，哦，有门啊，有窗啊门，啊，当起有啊，咱咧用吼、哦，拢用这个空空的所在啦，知道意思吗？刚才咱家吼、哦，安尼统一讲有无？哦，有门啊，有窗啊，门啊，咱即马大概坐伫遮，是毋是拢伫空间内底？这个就是有啦，哦，有当其有啊，嘿，有事之用。咱用这个室内啊，室内甲较舒服啦，拢甲做密密，咱就无法度入来啊。嘿，啊，所室内拢空空，吼、哦，啊，咱就会当入来。嘿，啊，就有这个吼、哦、外口的这个厝，吼、哦，会当遮风避雨，啊，咱内底会当吼带人。哎，安尼都是吼、哦，哎，这个写的哦，我们造房子的哦，那个啊利用啊，所以呢，哦，这个老子呢就讲哦，故有之啊以为利，无之呢以为用。哦，有有即个外壳啊，哦有啊，咱用拢用迄个无，哦有跟无啊合在一起，然后我们哦利用，有之以为利啊，无之以为用。啊、所以、哦、我们再把它延伸到凡尘的所有一切、哦、各位姐姐你看我们、哦、穿衣服、哦、衣做出来、哦、用这些丝啊把它织起来、啊、我们做出来衣穿、啊、是不是我们穿那个空的地方对不对外面、哦、这有嘛、哦啊、穿里面空空没有嘛、哦、是不是这样是、啊、所以、哦、当其有、啊、有衣之用我们穿衣服、哦就在里面空空这衣服做好都整个密密我们穿不下去就没效对不对、嗯、嘿啊地帽啊我们都有那个帽子啊你看那帽啊我们地里看看那个帽啊里面是不是我们用那个空空的地方、哦、空空的地方在地对吧啊外面有那个、哦、那帽啊的形嘿啊所以有之以为利啊无之以为用、哦、所以我们凡尘也都是这样啊哦，啊，咱坐椅啊，也是一样哦。伊坐出来那拢吼，拢甲做甲白白的中间吼，咱就无位通坐啦。哎、啊，这么坐个吼，你看迄、那个哦，他的那个我们屁股上面的那个都是空间呐，对不对？他说有之以为利啊，无之以为用。有哦，有椅啊，啊顶头有空空，安尼咱就会当利用利用。所以延伸到所有凡尘的。哦，这一些事情啊，哎，都是这个样子，有之以为利啊，无之以为用，有跟无啊要合在一起。哦，啊，过来讲咱的身体，哦，咱的身体是有之以为利，啊，无之以为用，哎，无哈、哦、就是咱的佛性本体呀、啊，没有形象，啊，咱若无佛性本体哈、哦，这个身躯有路用无？无路用啊，对不？啊，是不是啊？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对吧？对。啊，所以我们研究哈、哦、这个道理、啊，就是要了解到哈、哦，它呢，哦，不实以有，也不实以无，都要有跟无啊合在一起，安尼吼对咱家有利用，哦，对咱家有价值，这样了解了吗？了
啊，所以、哦、我们了解说、哦、老子、啊、就是把这个原理、啊哦、告诉我们说凡尘、啊、都是、哦、有跟无、啊、合在一起、哦、不着于有也不着于无、啊、合在一起、啊、就是中道、啊、中道在生活之中呢都在应用，有没有啊？有，我们都是在应用，对不对？啊、所以、哦、这一章呢就是告诉我们、哦、我们呢从、哦、那个内心里面、啊、开始习中、哦、那个很重要，一定要使自己的、哦、那个心、啊、能够呢空虚，才能够容纳万物的有，万物有啊，啊那你心中呢不空虚的话有办法容纳吗？没办法，对不对？啊、所以、哦、我们心中一空虚的话可以容纳万物，可以容纳万事，啊、所以、哦、把那个、哦、真理、啊哦、这个、呈现、哦、老子呢把这个理、啊、告诉我们、哦、说我们在凡尘呢就是要这个样子、哦、不能着于一边、哦、有也不可以，无也不可以，要呢有跟无啊，刚好我们有之以为利啊，无之以为用，就可以哈、哦，很、哦、舒坦的在这个生活之中呢，全部都呈现，哦，全部呢都能够去体会，这个呢就是啊这个啊习中章，了解了吗？了解。了解呢，我们就哦接着讲这个哦为父章。哦，为父、啊、就是要培养、哦、我们实在的、哦、那个内德，为父、哦、这个很重要啦，我们在凡尘、哦、大概这个、比较缺的、哦、就是、哦、培养那个内德，我们的德性、啊哦、都没有把它培养出来、哦、这个涵养、哦、都不够、啊、所以而我们了解说、哦、现在整个、哦、那个社会的潮流啊，都是每况愈下，就是、哦、表现的不是很理想，你、哦、假如说有一些这个、哦、学者啊、哦、那个比较有德性的、哦、出来啊、哦、这个、提倡啊我们那个道德伦理，啊大家呢能够去实、哦、实行实践、啊、那就会、哦、这个很哦，这个过得啊会很理想，可是现在哦，你看那个骂人呢、啊，骂人竟然骂得很高兴，有没有？哎，那个就，哦，就可以说每况愈下，哎，我们那个哦内涵，哦内德啊都没有，哎啊，所以老子要教我们说为父啊，哎，就是哦我们要实际的哦那个内德，哦要实际的哦实学，实在的去学。哦、实在的知道、哦、我们呢、哦、每一个、啊欸、都是佛，每一个都是圣贤、欸、可是我们现在、哦、看看、啊、这个社会的潮流、哦、这个差呢、哦、那个圣贤、啊、差得很远，他们可不可以成为圣贤？以眼前的做法、哦、我们知道不可能，对不对？他们以后要到哪里去？导师蛮正确的、哦欸、这个引导众生的错误的、哦欸、那个道路啊，那个罪过很大、欸、就一定要到地府去、啊哦、去、哦、受那个地府的、欸、那个刑罚、欸、所以我们、哦、要知道说、哦、在凡尘啊、哦、影响别人、哦、那个关系很大、欸、那我们要哦、影响别人呢、哦、能够追求、啊、成仙做佛，能够追求呢、哦、人格、啊、健全、哦、品性呢清高、哦、这个才是正确、啊哦、那我们一生很短、哦、不要投入那一些、哦、负面的、欸、那个、哦、情绪，那个会害我们、啊欸、那我们、哦、假如说、哦、一沦落一堕落了、欸、那个再回头啊都已经百年生了，都来不及了、啊、所以、哦、一定要、哦、这个警戒自己、啊这个哦、要小心、哦、不要呢堕落、哦、先从心理建设、啊哦、
我们呢做得很健全，就是这个人格一定要健全要时时刻刻记得顶天立地是跟呢天地一样大以天地取间的不要呢小看自己所以这一章呢为父章是建立实在的那个德性实在的我们呢能够实际的有清高的人格。五色呢令人目盲这个五色各位浅显五色是什么这个五色呢就是色的那个主要青红白黄黑这个五色这个代表所有的颜色啦用五色来代表五色呢令人目盲就是我们呢不要去追求那个外界的这一些那个形色这个色会让我们丧失眼睛的功能目盲眼睛已经变了盲人那不是说呢这个五色会让我们眼睛变盲人而是说我们对呢那个色的辨别功能已经丧失了就变成被那个色色境诱惑色境诱惑以后我们呢不知道它的那个是非不知道他的那个呢这个应不应该追求所以老子就讲说五色呢令人目盲就是丧失那个眼睛的那个辨别作用那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不要追求外面的形象外面的形象都一直在变化变化无常无常变化那我们追求我们会投入那个无底深渊里面无底深渊呢让我们受苦啦所以我们不要投入那一种那个情境之中所以不要追求让外面的形形色色不追求这样呢能够维持我们那个理智清醒的头脑那么五音呢令人耳聋这个五音呢就是宫商角徵羽这个五音代表所有的音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耳朵的功能就是要听那个真理这个才是正确的啦那假如说我们听那个靡靡之音靡靡之音知道吗就是腐烂我们那个新的思想那一些音那个就不要了因为听了以后我们人跟着沉沦他听就是要使我们这个神灰气养很舒坦很高兴的所以或许那个后天庙禅禅打坐遇到那个魔镜的时候或许用那个音乐那个乐理来治疗因为那个时候很恐怖用那个音乐所以有一些音乐我们听了会很舒坦听了会很那个开朗各位分别吗会不会我们大概都会有那个欣赏音乐的那一种这个习性各位有没有欣赏音乐喜欢听什么样音乐就是使我们能够很舒坦不会让我们这个走入那个靡靡之音就是走入那个男女全爱的那一种情景之中那个叫靡靡之音那个会使我们沉沦堕落那个就不要我们呢听一些很这个舒坦的听起来呢很快乐的那一种音乐我们自己判断觉得说这个对我们我不爱听那就不要了那说这个很好
哦，它呢能够引导我们，嘿，嘿，这个在遇到一些哦外向啊挫折的时候啊，嘿，这个听了以后啊很舒坦，嘿，那个所有的哦那个感觉不如意啊都远去了，嘿，那个就可以听了，嘿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哦自己选择啦，嘿啊不要哦，嘿，这个自己走路啊那个堕落的道路，哦这个啊五音呢令人耳聋。哦，假如说听靡靡之音呢，那个耳朵的变哦变声功能啊就消失了。那么五味啊，令人口爽，哎，这个就是贪口腹之欲啊。哦，五味，各位浅显，五味是什么？酸甜苦辣咸。好，哦，酸甜苦辣咸，哎，五味啊。那假如说我们又贪这个口腹之欲啊，哎，这个哈，哦。就让我们那个哦嘴巴哈，哦，就有嗜好，啊有嗜好了以后哈，我们会造了很多的罪过了，而且都讲现在哈，哦，那个外面啊哈，哦，那个商店啊都会有一些哈，哦，那个炸鸡排，啊你走过那边了哦，味道很吸引人的，啊你假如说哈，哦，被它吸引的哈，哦，去买来吃啊，哦那真的是中计了。哦，因为那个哈，哦，那个饲养那一些哦炸鸡排啊，都是用那一种生长激素啊，你可以较紧大只，哦生长迄个激素好食，哦爱都真紧大只，啊大只吼都台，哦啊整个冷冻货柜啊就运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台湾就吼，哦，买来吃，然后吃了以后，哦，它的那个生长激素哦。一个底下的鸡来鸡巴来对，然后我们吃进去以后哦，在身体里面呢生长，然后我们就哦一个人就长成两个人，南部还好一点呢，哦北部很多嘞，哦都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份，哦啊足大块啦，我讲嘿哦都是贪口腹之欲啊，嘿啊所以我们了解吼，哦。你太哦太过胖了哦，那个心脏的负荷啊，哎很大，它会哦缩短我们寿命，它也不好看呐哈，都要好就好了，对不对？所以哦，这个我们要了解说呢，我们那个哦，安尼都要好的哈，哦，那个身体啊是最健康的。嘿啊，那个哦，超瘦跟超胖的哦，那个不健康，哦，安度啊喝的喝，嘿，所以哦，我们不要哦贪口腹之欲哦，不要呢哦着重呢在吃的。那么驰骋哦，这个啊田猎呢哦，令人心花狂，这个呢就是哦以前呐，啊，哈，哦，在老子那个时代哦，那个就是哦驰骋田猎呢，就是到外面去玩。哦，就是去哦打猎，哦那一种哦，一方面也是运动了，可是哦，我们要了解哦，那个野兽啊倒霉了，被你杀死了，哦啊，所以这边呢，老子这样讲，说我们呢，哦把心呐，啊，这个放到外面去玩，哦这个让我们的心呐，啊，花狂，玩哦，那个变成哦没有玩会受不了。我们这个运动是可以啦，哦，啊，可是呢，那个哈，哦，到处去玩啊，那个就不一样。哥也没有去玩过啊，这个有才是老实啊，啊说没有哈，他骗人的啦，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哈，哦，那个心呐，啊，我们的心呐，啊，有时候就是要放松，放松的时候啊，就是啊。哦，到处游玩，哦，到处游玩啊，可以把那个身心呐，啊，那个哈，哦，整个哈，发掉那个哦，放个松，不然呢哈，就要等去，所以放松呢，那个是玩，啊，我们要了解到哈，哦，这个啊，调剂啊，身心呐，啊，那假如说我们哈，哦，整个都投入啊，哦，整个都在玩的话，那就不行了，哦，像现在很多。哦，都是用的那个电脑啊，在玩那个游戏啊，
那个都已经太超过了、哦、很多人都玩到、哦、那个晚上不睡觉、哦、玩到这个、哦、天亮，结果、哦、那个尿酸、哦、升高一倍、哎、那个医生都讲你再不、哦、改变生活习惯、啊、要洗肾了。洗肾知道吗？哎，就是坏掉了、哦、那个肾啊、哦、不能排毒了、哎、就是要洗肾，那就 很难过了、哎、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哦哎、这个生活还是要正常、哦、身体虽然是假的，我们还要借假修真、哦、没有身体就修不来、哦啊、所以也要照顾身体、哦、身体也要照顾好。那么难得之后、啊哦、令人闲惶，这个难得之后、哎、就是一些、哦、比较、哦、这个少见的、啊哦、物以稀、啊、为贵，东西太少了所以它很贵，那我们就会、哦、很喜欢拥有、哎、所以难得之后呢令人、啊、闲惶，那个惶就是会妨害、哎、就是妨碍到我们、哦哎，这个正常的哎那一种哈、哦、那个心态，哦，所以我们呢不用哦去追求那一些哦那个难得之后，哦，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在怎么难得之后啊，一口气不来拢把人给啦，哦，我们都带不走的啊，哎啊，所以哦在生的时候啊不要去追，我们追到哈、哦、太多的难得之后啊，我们的性命都不保。对不对？对，因为吼、哦，唔知要甲唱喺度，吼、哦，这个呢，有人会来吼、哦、偷，有人会来盗，引起偷盗，那个偷盗会用心啊，是不是难得之后？对，那假如说吼、哦，或许都讲，哦，里面用的东西啊，都是非常平常、平凡、平时，然后开开吼、哦，你要爱啥，你家己搬。啊、你如果不爱给他老的话用这样、哦、你看是不是、啊、生命都保全了，对不对、哎啊、你要爱看爱什么你自己去搬、哎、所以或许、哦、这个家里、啊哦、连电视都没有，没有电视、哦哦、不看的、哎、所以、哦、那个、啊那个小偷、哦、竟然说、哦他门铃到我家来，我说你要做什么？我修理电视。我说我家里没有电视啊。他说哪可能？所以各位要了解到哈，我们有电视啊，我们会被电视哈。左右，会给咱怪啊！哎，这节目真好看，来看，哎，会给咱怪。啊，这嘛开了吼，啊，就去坐咧。所以那个时候吼，或许都想，啊，我这嘛吼，一个身躯吼，必行尸走肉，因为我整个精神都跑到那个荧光幕，对不？对不对？哎，那个时候有一个人问你，哎，你姓啥？啊，卖差了。所以、哦、把时间呢、哦、都能够腾出来，能够呢深入、啊哦、我们心性、哦、一深入了以后了解说这个才是踏实、啊哦、很踏实，不会呢说我们呢这个空闲的时候坐下来啊就无聊的，不知道时间要怎么打花，有没有听过时间要用打花的啦，可不可怜，很无聊，你才被冲下。那我们哦，修持到哦，你坐下来的时候，整个天地都在你的身上，会无聊吗？不会。哎，很充实的哦，所以不用看电视，哎，黑龙的怪人，那骗人。哦，啊，看看了以后啊，做色刷啊，做义工看义工，拢好你骗骗去啊，哦，时间拢了去啊，哎。所以哦，这个哦，或许就讲，
当我们还没有培养定力佛性还没有启发，那不要看，不要看电视，也不要看报纸，也不要看杂志，先把这些摒除掉。摒除掉以后，全心投入追求佛性本体你已经呢摸到了，知道了那个时候啊，你再来看没关系。你看电视、看新闻、看杂志啊，都没关系，因为你心中有主张，你有很笃定的那个本性的，这个时候不会被外境影响，你再来做，这样了解吗？但是我们假如说是以电视为主啊，规工我若无电视，袂无法度过日，迄都唔好啊。到底啊，那个物质啊，是被我们应用、利用的。不是说我们的辛苦要让那些物质利用啊，这样知道意思吗？知道。那我们现在很多就变成都去有那些物质啊给我们控制，对不对？不会再逼不法度生活，是不是这样？有没有？这个拍摄讲所以我们在这个社会的那个现象之中呢就是要了解到，假如说呢家里面没有电视啊，那个亲子关系啊会很和谐啊。你若电视有电视甲摆咧囡仔拢全要看对不？大人嘛要看你看你的，我看我的是不是已经很淡薄的亲情关系，对不？你若拢无无在电视甲你左右甲你安排时间。你就会当安尼整个这个家属啊，父母亲啊，孩子啊，很和乐，能够这个心连心手牵手，这个可以散散步、运动，身体又健康亲子关系又好，理不理想？理想。可以做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是主人，东西啊是人客，不能变倒转来哦，东西做主人，那才变人客现在他在做，我们就来坐在看去控制这样呢就颠倒了我们要去掌握主动所以呢这个难得之后呢令人心慌我们就可以摒除，不要这个呢太贵重的东西我不要，不好守护了拍狗不知道要藏在哪里估计都买我都没有你要拿你就自己找，要像那个那个小偷啊晚上来找那个衣柜里面东西啊那个主人跟他讲我你是啊真光的时阵都找无啊你即马只暗要哪找有啦？那个心啊，是不是很开朗？所以呢，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物类，我们被物啊拖累，有物件咱都为着遐物件一个心真无闲。你若拢无物件心真闲。所以难怪那个释迦牟尼佛制定戒律啊，三衣一钵，剩下都不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心啊，都很宽广，很清净。那我们有依赖各位前辈，就是要了解到有依赖咱就无力，没有力道了，要做做未出来。若无依赖力道就很强。所以我们呢这个了解在这个凡尘啊自己的怎么做呢，可以自己啊定是以圣人啊为父啊不为母圣人是谁啊？又是孔子啊？我们不是有问过一次了吗？圣人是谁啊？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就是圣人了我们圣人为父不为母，
就是哦，我们实在有实际的哦所学，实际的累积呀、啊，那个哦德性，哦这个叫为父，真正的有哦有内涵，哦内涵知道吗？就是自己学的很多，知道的很多，可是不炫耀，哦非常的哦有涵养，我们呢就是要自己哦努力啊，自己达到。为父圣人呢、是我们自己、假如说我们都、这个圣人、一推到外面去、那糟糕，我们就不想用力了、不想去努力做了，那我们说是我们自己、就是要自己来做、然后呢圣人为父、就实际的、学什么做什么都会向、都会当利益众生，那个叫为父，然后不为目，不表现呢，在外面，不呢炫耀，然后呢不呢着重啊，外面的所有形象，这样了解意思吗？故啊弃彼其此，弃掉呢那一些虚幻不实在的，然后取呀、我们那个实际呀、对自己呀、有利益帮助的，能够帮助我们。坐在呢供桌上，各位想不想坐在供桌上啊？就是成仙做佛啊，想不想啊？真的想还是假的想啊？啊，有没有那一种恒心毅力啊去达到？要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我们就是要、当下承担、只要呢我们当下承担自己、就是圣贤，自己、就是如来、自己呢就是佛，那这样的话力道就有、因为不依赖、然后呢会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以后、又不居功、会呢把整个、都抛开、这样呢就很理想，真正的到达了、那个圣贤的、那个境地的、我们不要名，我们只要实际的达到。那以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坐在那里、我那真艰苦，所以、那个嘴巴说想，你看那音、拖得真长，想不很实际啦、那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呢自己的、那个佛性、自己了解、那我们呢修持到什么样的程度自己也了解、然后我们自己、努力、自己呢、这个每天、过得都很快乐，各位先生现在每天过得快不快乐啊？是真的吗？要真的、过得很快乐、不要呢这个、晚上、躺在床上以后啊翻来覆去唉声叹气，那就不好了、表示我们的、那个、观念偏差、那个做法不正确、那我们都很快乐、盖着棉被都偷笑的、那才正确啦、真的啊，我们很幸运的、上天大开普渡，又得到了、又呢能够了解性理心法，又能够实际去修了，幸不幸福啊？幸福，非常幸福的。好、还剩下二十分钟、留给大家。令人行房令人行房有啊，那个行房，房就是害，行害。令人心烦，就是讲吼，你这难得的物件吼，你拢想要去得到，啊，你因为想要去得到吼，你就会得到伤害。你因为想得到这一些难得之后，因为我们想拥有啊，想拥有那一些难得之后，啊，所以吼，你要想得到难得之后，你就会受到伤害，所以令人心烦，烦就是害。妨害，不好意思，没有讲，这个讲得很，这个清楚。
哎，让我们没有透彻了解，这样知道了吗？知道。哦，就是呢，我们要去追求难得之后啊，我们都会受到伤害。那难得之后，我们得到以后啊，我们又很难去拥护它、保护它了，因为哦，大家都想得到，啊，想得到就用尽了哦那个心机，哎，然后用尽方法，我们就会受到伤害。我们会受到哦那个想得到人的伤害，啊，所以那个难得之后啊，会令人嫌烦，他会行持出来，会对我们有妨害，哦，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哦我们要了解说，假如说我们现在有一颗哦那个世界最大的钻石啊，各位浅显，我们真的是命都没了，哦，对不对？人家知道的时候哦，你看他们走一道米，啊，那念也不知道去唱一道，啊，是不是命都没去了？啊，所以难得之后啊，会令人嫌烦，那想要爱得到的人，一定要把你害死。哦，所以我们就不要嘛，不要找自己麻烦啊。他得到那个又不能吃，哦，算少的吃的。可是哦，你看我们都很高兴啊，哦，尤其坤道先生，假如说哦，我买一颗钻石送你，哦，一定哦睡不着觉了。有问题吗？好，请说。为什么那个人死了以后哦，都已经没有肉体了，难道他还会偷录他的子女说他会呢？好，请坐。因为哈，哦，各位浅显或者时常讲哈，哦，说我们人不固执的话哈，哦，就不会当鬼，不固执嘛，都不会做鬼啦。啊，因为我们哈，哦，很固执，啊，所以哈，哦，就会变鬼当鬼啦。哦啊，当鬼的时候啊，我们也会哈，哦，这个哈，哦，固执说啊，我无啥人钱，啊，我无钱人用，哦。那我们要了解到啊，我们这个阳间跟阴符啊通不通？通不通？通不通？只要说哦，他说没钱，我们赶快寄钱给他，可以他可以收到吗？可不可以？他说没有义务，我们赶快寄义务给他，他可以得到吗？所以哦，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是我们的固执啊，哎，固执。哦啊，假如说哦，在这个往生的时候啊，哎，他的那个意念哈，哦，就是说穿的衣服太少了，那么他会一直啊，哦，在他的那个四神里面哈，哦，一直觉得说我真寒，我真寒，我很冷啦，哎啊，所以他回来跟那，啊，哦。家里孙啊吼，托梦的时阵啊，拢会讲，我只讲，我只只吼，只讲，你紧嘞，紧嘞，加衫给我穿。然后吼，他死的时候，假如说那个时候啊，家境不好，吼，啊，他会说啊，我拢无钱通用嘞，那个就是吼，我们那个要吼断气呀，吼一口气不来那个时间呐，那个得到的现象。那我们住在哈那个现象里面，哦，然后在我们的哦那个四神啊产生作用，哦，然后回来哦给主身呢，哦这个托梦的时候啊，就会把这个说出来。然后我们呢这个主身啊，哦真的是很孝顺的，赶紧的吼，哦啊去印足些迄个钱呀，哎啊然后烧好伊，哦啊做足些衫吼嘛烧好伊。然后小小的吼，就甲宝贝问讲：“啊，你有收到无？”假如说我们凡尘吼烧的那一些吼银座一收会到啊，啊会当用，安尼你弟弟甲烧啊，伊伫个吼，迄阴间会当开银行，对不对？嘿，所以那个吼，哦，没有那个实际的。哦，那个作用导致我们哦，子孙啊，该做功德，就是哦，在凡尘啊，
能够利益众生，把利益众生的这一些功德啊，哦，寄给他，他可以得到的。哎，那个是真正的实际的得到，哦，真正的得到。这样了解吗？可是他不是在地狱，他是在那个，是在天国里面，他还有。你是看到他在天侯院吗？我不光是出来睁眼，是他是告诉我妹，不知道是不是我妹妹，是我妈刚去世的时候，是放在那个我们家的客厅，有个土气吹了很冷，他说我结果他真的是很冷，可能是那一次那时候是做梦梦的。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或者是跟那个一般人问的哈，这个问题说烧那个我们一般人过世的是烧那个阴状啊，那是在田地里用的，那如果说我们去礼天的话，那要用什么呢？各位学姐，我们到礼天要用什么？去地下爱用银纸，去礼天爱用金纸。哈这个倒是很有意思。好，我们要了解到哈，我们在礼天啊，这个什么都不用。哦，因为啊，哦，我们在礼天呢是哦我们的啊那个不生不灭佛性啊。那不生不灭的佛性哦，它没有形象，所以它不用哦哦我们凡尘认识的东西呀、啊，这一些东西都不用，哦没用了，哦那我们要了解到哦，那个施茶茶来，施饭饭来，你想要啉茶茶就走来，哦你就茶汤啉，你想要吃饭饭就走来，有饭汤吃，了解吗？嘿，所以很殊胜的、啊，嘿。这个倒是比吼，咱凡间的修纸、修银纸、金纸好会较好啦。这个就是要修啊，哦，你要修正啊，才有办法说施茶茶来，施饭饭来，哦，施衣啊衣来，哦，别爱穿沙沙的走来。这样了解吗？这个层次又太高了。唔免呢，去先讲啊，去个礼天都要用啥，啊，咱即马先准备。这个、哦、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只要把、哦、自己呀、啊，哦那个佛性呐、啊，哦恢复光明，然后呢，在日常生活之中，哦自觉啊能够觉人，哦自度啊又能够度人，哎这样呢，哦你到礼天的时候啊。哎，你要爱用下头，什么有啦？哦，什么拢真充足。哦，那个啊，不管你想哦，享受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生活。理不理想？理想。哎，很理想的。还有吗？好，请说。哎，有点事。好，请说。那或许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当初得到我们会得三宝，那其实都鼓励我们要常守学。那守学守到最后应该是一无所住。那这部分是不是跟万影方下有非常的地方？谢谢各位老师。好好，因为、哦、我们要了解到、哦、我们得到三宝、哦、这个、哦、贤观五字真言跟你合同、哦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前贤都告诉我们，哦，得到以后啊要守玄，那个守玄哦，哦，我们刚得到很重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妄想杂念啊，哦，非常强，非常多，啊，只要我们一守玄哦，那个妄想杂念马上就不见，都无起啊啦，哦，啊，只要我们那个时候哦，能够努力的哦去做。努力去做以后啊，我们可以改变啊，我们整个哦六道轮回之中的那一些习惯性，一些习惯性啊，就是喜欢胡思乱想哦，还、啊、喜欢呢啊这个就是呢精神外放。那我们守闲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一些胡思乱想去掉，可以哦把那个精神外放啊，哦也收摄回来，
嘿，所以那个哈、哦、功效哦是很立即马上见效，哦很有功效。那我们呢，要是了解到哈、哦，假如说我们所学呢、啊、是很正确，很正确哈、哦，做到最后的时候啊，嘿，跟我们做万年放下它是一样的。可是哦，就怕我们哦在生活之中，哦不是呢。啊，都没事啊，我们应付啊，完成事。那应付完成事的时候啊，有一些哈、哦、会比较棘手，哦，就是不好处理。那我们哈、哦、会啊，哦，进入啊我们的内心。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再来守弦，哦，那个已经啊不存，守弦哈、哦、就会有哦这个啊干扰。啊，所以在我们。已经心里面又有事，然后呢，哦，又想守弦，这个时候哦，各位前贤，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守弦的时候啊，把全身的血液啊，都集中在头脑，让它哦，整个啊，都跑到头脑来，这个时候不能胡思乱想，不能有事情哦，不能有外面的哦那个障碍，不可以哦，有的话哦。因为啊，微血管都充血，微血管里面啊，黑血都充满。假如说我们处理的不好，各位亲人会怎么样？会怎么样？后果会怎么样？所以哦，那个后果啊，哦，我们就一定要有定力啊，你没有定力哦。那个就中风，啊、中风会怎么样？我们这一生是不是完蛋了？所以我们哦要好啊，就是要好的没有挂碍，不能让我们哦走入那一种危险的境地。所以你做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心清，哦，心里面没有事，心里面没有物。没有，这个时候你做做首先没有问题的。可是假如说我们哦在处理生活上的琐碎的事啊，都已经让我们心哦有挂碍，这个时候再来首先啊，那个就不存了。啊，不存一哦，危险就跟在后面。处理的不好，那我们糟糕了，往后要怎么办？他、啊、请一个来照顾我们、啊、我们修道是要去照顾众生的、哦、不能再麻烦别人、啊、所以自己、啊、一定要健全、哦啊、所以我们在没有妄想杂念、哦、那个时候、啊、我们来做万年放下，万年放下、哦、可以到达最究竟、啊、就是你一个缘都不要有、哦、做到、哦、整个心意识都不见，这个心意识啊，整个不见了、啊，叫妄尽。妄尽哦，真就显，它、啊、真显那个真啊，那个真就是即心即佛，那个真啊就是佛。所以我们只要肯做，哦，可以到达究竟的。这样听得进去吗？可以。哎，啊，所以哦。还是要把那个哈、哦《金刚经》拿回去听、啊、那个有教我们哦怎么做的详细啊内容，哦啊都是很实际的，哎，很切实的，这样可以吗？可以。好，那还有五分钟，有没有人要问？可以，有没有哈、哦？去分别出来，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啊，跟那个孔老夫子的耳根圆通啊，有什么不同？哦，好，请说。刘老师，请一下，如果像，哎，有一次听刘老师在讲课，那刘老师就讲说，我忘记那个意思，哎，就是怎么接，所以你说一定可以想起来，那我觉得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常常做这种万缘放下的，会有这种让你想起来很多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是让你觉悟的事情，而不是那种杂事。那又想到一个，就说赤子之心。那因为我们心里有刺，所以那些赤子之心的那个也显现不出来，是都有雷同。好，对，好，请坐。对，有一次呢，在讲那个哦，三十七自道品呐、啊，讲到那个哦，这个七菩提分，然后讲到哦，哎，中间有一个啊名词忘了，那我说这个我很熟啊，我投入的时间很多，哎，所以我一定可以想得起来，那个叫自信，哦，相信自己的哦那个、啊、不生不灭佛性，哦，相信自己呀、啊。哎，可以，哦，那个很重要的，培养那个也蛮重要，哎，所以我们哦，就是要知道啊，我们一生啊，哦，时间很短，啊，一定呢要专注，哦，专一，不要分散。我们分散以后啊，什么事都不成啦、啊。啊，一专一以后啊，哎，我们一一的可以去达成，哦，所以这个很重要，哎，就是哦，要使我们能够专一。然后呢，处理事情呢、啊，要能够圆融，哦，把那个事情呢、啊，都处得圆融，哦，不要呢，为了这个哦虚名好名声呢，然后哦陷自己呀、啊，哦那个很忙碌的那一种境地，懂意思吗？哦，我们有时候哦，只要说哦，人家在家娱乐，啊，你讲无啦，我都拢无安尼，为什么？你就想要人家把你学得更厉害，你学得了不够。我们有没有这样？哎，然后名声真好啊，吼，啊，人家给学了，无啊无啊，我拢无安尼做啊，就是一样的意思啦。哎，就是希望别人吼，哎，佮你称赞较久的，哎，啊，较侪摆。所以吼、哦，这个都是。好虚名的，哦，假名，对我们实质的帮助都没有，嘿，所以我们要维护啊，不为目，哦，就是实际的，哦，我们哦要了解到，哦，有一些呢，哦，人想帮助我们，我们就接受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哦，那我们已经到达自己的能力充足的时候啊，我们再去帮助别人，这样不是很好吗？为什么限自己呀、啊？哦，在那一种很苦难的环境之中，哦，那个不理智哎。无啊，你拄只问题也啥物代志？他袂记啦。就是那个自心，那个那种境地啊，谢谢。啊，我未听到你的讲完啊。是要恢复赤子之心啊。哦，赤子之心，好好，请坐。哎，这个真的是哦，修得很好。马上忘，一转头马上忘，忘得真快，没有过去心。那个哈、哦、恢复啊，赤子之心，哈、哦，那个呢是古时候圣人，他们哈、哦、修持以后啊，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凡尘啊，那个哈、哦、赤子之心啊，哦是最难得，因为哈、哦、他没有分别心。哦，他没有所有凡尘的那一种哦势力的心，什么心都没有了，就是很纯真。所以你看那个哈、哦、孩子那个婴儿啊，哦孩子啊，吼、哦、一声就急的就响的，吼、哦、啊哭真久啊，佫袂烧声，吼、哦，对不对？嘿，啊你讲吼、哦，那个一个车厢里面有一个孩子吼、哦，那个孩子的声吼、哦，嘿传遍整个车厢啦。嘿，啊你车厢的人所有的。人咧讲话吼，拢无赢迄个音啊！就是他带来的吼，那个元神、元气啊、元精啊，都充满。哎啊，没有吼啊，消耗掉。那我们在凡尘吼，都是吼啊，无代无志，该用了了啦，啊，用到拢无去啊。所以我们吼，就要恢复啊赤子之心，恢复到那个吼生下来的时候那个、啊、没有分别的心呐、啊。所以吼、哦，你要看那些小孩子吼、哦，你对他的看吼、哦，你用善意的眼睛看着他哦，他一定笑。然后他叫的时候，他就会很自然哦，爷爷，就会那么自然叫出来哦，不用大人教了。嘿，那个就是吼、哦、赤子之心哦，没有分别心呐、啊，哦，没有说
哦，你拢哦流浪汉啊，拢无钱啊，无小的地位，我就不爱插你。他不会啦，这样了解吗？那我们有分别心，我们当众生啦。啊，我们修道已经没有分别心哦，就当圣贤，就已经成佛了。哦，佛没有分别心啦。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我们分别心很强烈，就是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我们了解到啊，虚空无相，没有分别心，连那一些名那些相都没有，很清净的，这样了解吗？了解。赤子之心，我们要追求的。